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圣。最近有那么几首 BGM 席卷整个小视频界，就连楼下的水果店和超市都被这几首歌攻陷了，那是天天放啊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听歌吧。Number One Superstar， 抖音上这个成都闺蜜团视频中的背景音乐叫做《开场鸟下》，这首歌的原曲是 Superstar， 这首纯音乐在抖音十分受欢迎，各个地区的闺蜜团也开始进行这段视频的拍摄。Way Back， 有很多人问我这首歌的歌名，我也是跨过山和大海，终于找到了这首电音。这首歌的作者是荷兰 DJ 双人组合 Victor， 都是92年的他们，在2013年就进入了百大 DJ， 他们的代表作《Nevada》你一定听过。很多粉丝用千呼万唤使出来形容这首歌，终究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就打开这首歌吧，点燃你的夜生活。Three Rolling， 这首歌的原唱是英国歌手 Jason， 发行于2008年。这位印度裔英国籍创作歌手具有非常磁性的嗓音，他的歌曲混入传统东方的旋律，同时又和西方新潮乐章击撞出独特的音符，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而最近比较火的主要就是这个 remix 版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吧。音乐Golden Hour，点点关注吧。Saying you don't wanna pay, it's gotta be your feisty style.